认识台湾学堂的台正理想节目现场，我是秀英老师。咱今仔日的主题真特别，是台湾历史上上有实践力的国文课本哦。坐在我的左手边的是咱今仔日的特别来宾，伊是高桃国出版社的社长刘定刚先生。定刚你好。大家好，我是刘定刚。好，那个定刚也是，他刚刚也是把他的那个台语的 quota 差不多都用完了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今天很高兴哦，请到奇异果出版社的社长哦，刘定刚先生，定刚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要聊聊的是哦，最近在网络上引发非常大的广大回响跟讨论的，就是奇异果出版社他们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本新的国文课本的推出，然后这个集资计划，好像听说很快就已经获得大家的回响了吼。那到底国文课本是什么？我们要今天要重新思考一下国文的定义哦，还有就是国文课本的定义哦。其实我觉得我的心目中理想的国文课本哦，应该是有不一样的，就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野，包含说思辨自我跟世界的这个能力的可能，以及哦，就是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对于我们这个生活世界的一个批判性的理解的可能，那这个是我理想中的国文课本啦。那当然就是很高兴哦，今天看到一本新的国文课本的问世，那也很谢谢今天定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下这本课本的介绍。我们是不是先来看一下这一段就是影片？这个是这个集资计划里面，我们向大家网络上的各位朋友做一个宣传的一个集资计划影片。还记得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吗？你可能不记得了，但爸妈一定记得。第一次从书上认出一个字，第一次听懂成语的意思，第一次换你为爸妈读个故事。也许你记不得了，但那样的快乐，爸妈常常提起，也不曾忘记。文字与言语是你认识世界的开始，那时候学习国文是好开心的事。可是后来国文变得不太一样了，一个生字变成100个注释，一个故事变成无数次考试。什么时候开始上国文课不再开心了？什么时候开始国文课本最有趣的只剩下涂鸦？当一次次的学习，一篇篇的故事慢慢变成无数的填充、选择和注释。有的人还在学，只是开始得自己寻找方式。有的人不再学，从此国文变成讨厌的代名词。但是现在你有机会为自己或者为下一代改变这件事。我们是深觉盟，一群结合了作家、老师、出版人、学者，对国文教育充满热血与执着的傻子。国文教学架构你可以想象它有四个端点，那最上面的是课纲，它是一切的根本大法，它决定了我们要教什么。然后再来可能就是大考，它决定了我们所有学生最在乎跟家长最在乎的一个趋利的方向。再来是教学现场，就是它实际上怎么落实课纲跟大考的内容，把它转换到每日的教学当中。可是这三个部分其实在我们过去的国文教育里面已经有大量的改革或者是移动了，唯有只有第四个端点没有动过，就是教材。就是教材，我们的教材在所有的变化中几乎数十年无如一日，几乎我们可以说它是最后一个阻碍国文科进步的一个端点。所以我们投入这次的教科书计划，其实就是为了让最后一个点开始动起来。集结超过700个日子里，我们发起论坛、办讲座、开课程、出书，为了能走到最关键的一步，推出能进入体制理想中的国文课本，一本好看、好读、更好用的国文课本，让课文有顺序地走进你的生命，让课本成为丰富而美丽的书册，让上课不再是只听不说的广播。更重要的是，当国文课结束，这些并不会跟着结束，而是留下来成为属于你的永久能力。改变从来不是好走的路，一本课本的背后是人力、金钱的大量耗费，以及超过15个月的漫长时光。为了理想，我们并不害怕困难，但要改变不是一次就足以承担。3年6册的完整配置，代表着前方6倍的挑战，而你的支持能帮助我们一起克服困难。那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这个支持最主要的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理念的沟通。因为国语文教育的环境，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它
们不知道社会大众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募资能够帮助社会大众的需求让他们听到，然后也有一个良性的一个沟通。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底气，那我们现在已经花了四五个月做了第一本出来，可是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本，我们需要的是三年六本，那甚至是十年的一个想象。我们十年才遇到一次课纲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机会，那这个课纲调整机会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从根底开始改变国语文教育的环境。如果错过了这一次，我们可能要再念一样的课本十年。这次不止打开课本，让我们一起打开教育实践的大门。哇，光是看到就是这个影片就让我非常感动哦。那定刚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个集资计划它的一些理念以及它目前进行的状况？好，大家好，我是奇异果出版社的定刚。那很高兴我们有机会来做高中的国文课本。那一定很多朋友说啊，高中国文课本现在是一般民间可以做的吗？其实是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国立编译馆的年代，然后我们现在是一纲多本，就是一个课纲底下可以有很多出版的单位。但是我们发现在一纲多本开放之后，其实过了大概二十多年，实际上每一个以国文课本来说，它内容是大同小异，而且它的编排是比较散乱的，然后它的安排是没有逻辑的，那它对于学生的阅读理解它其实也不够的尊重。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做一本新的课本。对，那我们在做课本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核心的想法是要如何让自己能够独立自主。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课本其实大部分依赖的是学校的一个选书的一个系统。那学校选书的时候，其实他会比较讲求的是老师教起来会觉得没有卡卡的。那所谓没有卡卡的地方，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会比较是比较顺平顺的一个状况。那这样平顺的状况其实对于课本来讲不见得是好事，因为课本其实它更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整体的架构。那所以我们让课本变得更有整体性。譬如说我们在课本里面还有一个单元的一个安排，那这个单元的安排它会是一个同心圆的状况，从自我开始，然后到社会，然后到整个世界，甚至是未来。那这样子的同心圆，我们在第一册里面安排的其实是与自己相处、自取知识、跟迁徙与定居，然后最后再放中国文学史。那跟以往课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有章节单元的，所以学生在理解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说，一下在上先秦的庄子，一下在上唐宋的诗词，一下又上文言文、白话文之类的。所以他在一个比较有架构的状况下，会有效的提升他的学习的一个状况。对，那我们为什么想要做募资？是因为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它其实跟以往老师习惯的国文课本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更多是社会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才选择用集资计划。对。那所以目前的这个募资的这个集资的状况其实还蛮不错，蛮乐观的吼，所以大概已经达标了，是不是？差一点点达标，就是很感谢，就是我们募资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可是我们已经90多，然后快要达标了。我觉得这其实是回应了台湾社会一直以来对于国文课本一直有一个期待，希望说国文课本可以走向不同的一个路线，不管说是在美学的这个风格上的一个新的一个改革，又或者是说其实什么是国家语文呢？我其实觉得那是一个重新应该要被再次的检视，然后重新透过我们整个台湾社会的公民力量，重新再去做一次新的一个建造的哦，所以真的很感动，就是奇异果出版社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重新的去介入何谓就是国家语文的这个概念，或者是何谓国家的文学哦。那定刚其实我们在刚刚节目开始前有聊到，其实这课本的这个成本非常高哎，要800万哎，那只有募100万这样子，你们是其他是要做功德吗？还是说要怎么接下来的这个就剩下700万要怎么办呢？这很辛苦吧？对，虽然我们一般想象说好像集资就是要集完全部的成本，可是因为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在集资过程中跟社会大众沟通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其实我们会觉得在集资的时候，其实重点不是金额，而是有没有把我们的理念充分的
跟社会大众诉说这样子。对，那八百万成本真的很高，那我们应该会努力的把它撑完，全部的做完这样子。哇，对，那就是只好努力撑下去。难怪只有奇异果出版社就是愿意进来做国文课本，因为实在是金额太高了，这等于是请就是全出版社。十年内的这个所有的能量都要集中在这里，就是毕其功于一的去把它出版，是吗？对，我们有观察，就是因为现在是108课纲，那108课纲其实是一个全新的架构，在各科上都是。那可是我们观察，其实在这边新投入的出版社就只有我们奇异果一家这样子，其他都还是老牌的这些老牌的，然后其实也都没有什么跟动的一些原来的一些课文，是吗？对，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目前的状况，可是目前听说的应该都是小改，不像我们有一个完全做结构上的一个翻新。对，那刚刚那个网友有提到说很想要更了解一下我们的课文哦，那是不是我们在了解课文之前要先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新单元歹故里熊新单元？你怎么把我的题目就拿走了？因为是我来这个。好，我们今天呢赶快来准备三个这个咱的题目，要给咱的来宾来选一个，作为就选一条，然后咱来换做歹故哦，来邀请咱今天的咱老先生老社长来做这个歹故的这个欢迎。好，第一题是史上最有实战力的国文课本，这是第一题哦。好，那第二题呢？第二题这一题是《渡台悲歌》哦，因为在我们这一次这个奇异果出版的这个这么棒的国文课本里面，有挑选了《渡台悲歌》，这是一个就是客家文学很经典的代表作哈。好，然后第三个也是他们里面有的一课哦，《小王子》，《小王子》被选入到课文里哦，就是课本的这个安排里面，超棒的哈。好，那定刚你要选哪一题？好，我选渡台悲歌好了。这么厉害，好，那我还以为你要选第一个，没有，还是选第三个，蛮简单的。对，好，那我们试试看。那我们把它拿起来。 好，我们谢谢工作人员，就是那个很辛苦的制作这个可爱的手板。这样好，渡台悲歌，哇，好厉害哦。那现在要不要奉送一题小王子怎么说呢？修翁柱，哇，这个定纲很棒，我们这应该那个镜头前面的网友应该都很少听到我们社长说台语，包含可能出版社的员工现在都在收看，也应该很少听到我们定纲说台语。谢谢定纲为了就是我们台语日常的新单元，然后来加入我们这个说台语的行列，多谢多谢。好，阿兰今晚很足席，就要请问一下定纲，就是这个课文哦，就是你挑选的这些课本里面，就是包含编辑委员以及我们就是像是佑勋啊，然后杨翠老师啊，就是出版社这边，你们挑选了哪些蛮有代表性的一些课文哦，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这一次很荣幸跟深觉盟一起合作，那深觉盟里面就有杨翠老师啊，朱佑勋老师都是我们的主编，那我们的编辑委员里面有一些知名的作家，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学者，然后也有一些出版社跟线上的一些老师，所以他阵容算非常坚强，而且特别是在文学，因为有很多作家，所以我们在选文上的时候，其实在文学这一块是特别着重的。对，那这次就是之前可能大家有看到佑勋的脸书，他里面有 po 说我们在这次课文里面有选的新作家。那后面的课次先不要跟大家讲，因为还在审查中。可是第一册可能比较能够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第一册有选的就是本土的新作家里面有，譬如说初经人士的汤书文，对，那他是一个年轻世代非常厉害的一个创作者，那这是他高中时期的一个作品。哇，那我们觉得是第一次有人在国文课本里面谈。就是女生的月经这件事情，而且是初经哦，其实这真的是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自我认识的一个主题，以及在就是从一个女孩迈向少女以及女人的过程中，我觉得每一位女生都必经的过程哦。所以刚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从自我然后慢慢扩张到人群，然后到社会跟世界的这个同心圆的概念，我觉得非常令人期待哦。这个插画很漂亮哎，我们可以请就是导播take 一下这里面的插画，哇，这个插画很漂亮，就是一本好读、好吃又营养的国文课本。那，这是好像是我们台湾师大台湾系的，现在已经是台湾所的那个
高材生哦，是我们韩恩妮同学所画的插画哦。对，恩妮她现在也是就是厉害的插画家。哇，那这幅图，你看她的构图上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构图，然后把所有女生在月经时候遇到的一些状况，然后把它具体在这个图里面。那这跟传统我们所看到的国文课本的插图其实非常的不同。因为国文课本最常出现的插图就是把课文里面的东西然后用图像表现出来，可它并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绘师的一个重新安排跟它的一个艺术性上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看到这一篇这一幅其实恩妮有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幅图，这样子我觉得很厉害。对，就是其实图跟文之间有一个很深刻的连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人会想要不断去翻阅的国文课本。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到学校都要默写国文课文。嗯，那还好我那时候的老师就是一个可以商量的好老师，所以我都用弹钢琴来抵，就是抵默课文这样，因为我们教室有钢琴，好，然后就用钢琴来抵课文这样子吼。那所以就还算是轻松，然后的去度过了国文的这个课本跟我之间的这个小小的互相折磨的时期这样子哦。然后我的国文课本也写了密密麻麻的注解，可是其实那些注解都是为了考试而写的哦。里面旁边偶尔会有一些自己人生的小烦恼，然后写了一些小小的文字在。那当然现在这些国文本其实我都有留着，只是说其实我觉得最值得让我回忆跟怀念的反而是我写在那些国文印刷的文字旁边的，我对于那个时候的我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小故事或小体会或一些小挣扎的一个回忆这样子哦。那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奇异果出版社的这个我们是新的这个古文课本其实带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惊喜哦。那也想要请定刚可不可以说说看，就是目前的古文教育到底有什么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些可能可以再调整或改变的地方，也可不可以请就是定刚来聊一聊。其实嘉颖刚刚说到，就是国文教育里面一直面临的一个困难，那个困难的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国文教育之前太着重在背诵上面，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很多时间是在背诵文章里面的一些知识。对，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国文课它应该要培养的是一个基本的语文能力，也是一个对文学认识的能力，也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个认识的能力。那这些能力其实都很需要阅读，所以其实国文课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应该是在阅读理解上，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完这段文章之后，我能不能够迅速的掌握到里面的意思。可如果我把它背下来，那就是变成是作弊了这样。所以其实我们是比较不鼓励就是背诵的这种方式。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思考底下，其实国文课本它最核心的是让学生在这里面有他自己的诠释跟他自己的意见，那他自己的想法如果有机会在课堂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对于国文他会觉得会更喜爱。对，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说国文课本有一个使用者体验的话，常常我们以往的使用者体验最好就是在课本发回来，然后带回去把它全部看完，那看完我就觉得哎，每一篇文章都还蛮有趣的。那开始上课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哈，怎么课文长这样子，然后怎么我必须要记下来这些东西，我本来的那些乐趣不见了。那我想要把这样的乐趣带回来，然后带回就是现在学生他觉得说他上完课本之后他的乐趣还是保留着。我觉得文学应该是开启认识这个世界的一扇窗哦，而不是一个阻绝你想要继续去认识文学跟认识世界的一道门哦。那其实听到定刚这样说，我真的还蛮感同身受的哦。那但是也当然，我在刚刚听到定刚的这个分享的过程里，我突然想到，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我觉得目前的第一线的这个国文的老师可能要面对的一个状况哦，也就是说，这套新的这个国文课本是否会让他们在教学的第一现场，因为可能思辨讨论，然后理解可能会多过于背诵啊跟注释的讲解。那其实国文老师相对而言，其实要变得很认真哦，然后相对而言，国文课的整个在现场的这个所有的实作都会被颠覆哦。那是不是也有赖于我们现在第一线的国文老师的投入呢？对对，其实就是国文老师这一块，其实我们发现，其实现在认真的国文老师非常的多。
那他们也会试用一些新的一个方法。那之前我们观察国文教育的几块，就是包括课纲、大考跟教学现场，其实这几块都在变，然后它都有一些越来越好的一些趋势，可是就是卡在最核心的就是教材或者说课本本身，它一直没有一个更新，所以使得进步的老师会说啊，课本很难用，那我们就想要配合这样子的老师，追上这样子的老师，然后做出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国文课本，对。所以我们会说我们是最有实战力的国文课本，因为这样的课本其实反而是现在大考的趋势，所以念着这样的课本，老师按照这种方式教之后，我们预期学生在面对大考他会有比较好的分数，而且是一生受用的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说是思想，然后在实践上的一些装备，我其实觉得在国高中时代的国文课、公民课、历史课、地理课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装备哦。那很期待除了国文课本之外，其他的课本也能够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变革，有出版社愿意投入大量的人力跟物力，还有青春跟血汗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革哦。那再来想要请定纲，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就是宣传一下哦？就是比如说可以哪边可以扫 QR code 啊，然后怎么样可以做这个集资哦？哦，这个是可以请定纲说一下吗？对，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主视觉。那它这一张其实上面有很多出版社同业的签名。哇！那因为就是发现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国文课本的未来，那所以跟他们讲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就义不容辞，马上就签名上去。那我们这次募资是在折折的平台，那在折折平台上其实会有一个 QR code， 那大家也有机会可以扫到这样子。对，那QR code 要怎么附上去？可能就是以这一张，然后这上面有一个 QR code， 然后大家可以扫进去。对对对对。哇，真的就是那个泽泽平台也提供了一个我们台湾社会哦，特别是公民社会一个集结各种改革动能的一个平台跟可能哦，也是觉得这是我们那个台湾消费社会其实也走向一个就是推动公民力量集结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未来哦。那我想要也请定纲说说看，因为刚刚其实网友有提到了哦，就是讲到国文课就会想到法写的这个历史啦，就是网友刚刚提到就啊好辛苦，其实我也是，不然就是老师其实是善意的说啊我们考试要考，所以请你好好的把它背下来这样子哦。那讲到这个其实就其实在那个这一套国文课本它问世之前哦，其实出版社就已经有了一系列的代表的著作，就是在国文这个国文课本之前其实已经酝酿累积耕耘了非常久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请定纲介绍一下，我们奇异果出版社是一个很新兴的出版社，是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才成立的出版社，但是却非常活跃于就是出版界哦，常常就是不小心就冲上了就是排行榜这样的第一名这样子。好，我们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奇异果其实是2013年的时候创立，那我们创立之后很快就发现就是台湾社会正经历一个变化，那个变化是青年文化正在提升，可是他在体制里面其实还没有自己的一个表现的方式。那我们就想说，哎，那如果是在出版上，我们把它变得比较活泼，然后变成这些声音有机会透露出来，那其实应该还蛮有趣的。所以我们就一路做了很多跟台湾文化有关的一些书，可都做得比较有趣。比如说在这边大家看到有一本书，它是介绍台湾妖怪的。那这本书它叫《微妖论》。它其实是介绍49个台湾的神怪，超酷，神怪，对对对。那这本书出来之后，其实掀起台湾一波妖怪的风潮。对，这个在那个就是各大这个就是购书平台上，其实都就是抢占了就是排行榜的 number one 这样子。对。那另外一本书是这个《国文开外挂》。国文开外挂其实就是在我们做课本之前，我们在做一个市场的一个尝试性的书籍。那这个书籍的核心是我们一样选就大家常见的那些古文，譬如说《出师表》，诸葛亮的《出师表》，
那以前我们看《出师表》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用一种角度，就是说，哎，诸葛亮好像是一个直升机父母，就他对刘禅管很多，让他自己的自主性在这边完全消失。真的，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一篇里面，我们就请到知名的政论家，也是哲学家人渣文本来写的，就是诸葛亮作为直升机父母的一些恶行恶状。哦，没有没有，那这太有趣了，也其实是把它放到当代脉络里面重新去看它，以及在那个时代脉络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爱孩子的方式。对，那这本书很有趣的时候是出来之后，就是老师们纷纷觉得说有点困扰，因为跟既有的诠释很不一样，可是学生们觉得很开心，然后甚至连国中生都觉得说，哎，我看得下去国文课本了。哇，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做这样子，所以国文开外挂有点像是这一套国文课本的就是一个它的前身这样子。对，它的前身。嗯，对对对。那其他譬如说我们也会有诗集，那这诗集是廖之韵，他是一个诗人，然后也是肚皮舞娘。对，那他以肚皮舞的经验来写自己的一些心情这样子。对对对，那这是一个很酷的。之韵现在也在线上。对，这是我们就是台湾的美女作家。对对，那另外我们有出像这本像花开时节，那花开时节它是台湾第一本，然后他在写的是穿越，可他穿越是从台湾穿越到台湾，就是以往穿越小说都是台湾穿越到中国嘛，台湾穿越到欧洲、美国之类的，可是从来没有人从台湾穿越到古代的台湾。哇！所以他穿越到是1926年，还在日治大正年间，我非常喜欢的年代，對對對，因为就是很肤浅的觉得那个年代衣服都很好看，而且那是一个精神昂扬的时代哦，然后非常非常前卫的时代，真的。然后一个女生穿越过去之后，然后她的成长过程中，她遇到什么样的处境？哇！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买来看哦。对对对，那另外再帮大家介绍一本，是这本叫做《台北城市散步》。哦，超棒的。对 对, 对, 对这是。对，那他们是城市的步行导览团队，然后写自己去企划300多条路线之后的一些想法。那这个团队非常的酷，是商业性跟理念性都兼具，然后他们的老板我自己也非常的佩服，这样。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邱毅，我们 Q 他，看看我们在线上也有。哎，对对对，那这本书也推荐给大家。嗯，哇，所以奇异果真的是全方位的各式各样的尝试哦，是一个非常年轻而且有冲劲的出版社。社长其实本身是可以那个吗？爆料吗？其实是台大社会系的社会学博士哦，那也在我们师大台文系有兼课。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就是刘老师来我们的系上做很多的那个我们说文创的实战的一些教学哦，真的很谢谢鼎刚哦。那在那个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像在婚姻节大秀的鬼气啊。不过在那个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我其实还是要请定刚介绍一下。我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有跟定刚闲聊过，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活动跟新的课程哦，好像叫做台南的作业哦，不是地名的台南哦，是台湾男生。对，我们想要请定刚介绍一下。对，这个企划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中，然后一边也在做书籍的准备。他大意就是说我们觉得现在年轻的台湾男生，然后普遍容易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在亲密关系上会遇到一些挫折。那这个亲密关系常是就是说，哎，就是男生条件也不错，然后跟女生互动也很好，怎么到了告白的时间就失败这样子？那我们发现其实中间有很多的陷阱，比如说在互动的过程中，是不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工具人的位置，或者放在一个垃圾桶的位置？那作为工具人没有什么不好，可如果你能做暖男，不是更好吗？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本书跟一系列的课程，能够帮助年轻的台湾男生逐渐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让自己柔软，让自己能够亲密沟通，也让自己能够真正的找到爱情，那我们觉得是非常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对，当他告白对象不见得要是男生女生啊，男生也可以。我们是那个支持那个婚姻平权，对对对，然后多元成家以及各种爱的形式跟权利后的一个出版社这样子。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定刚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尤其是奇异果出版社会让我觉得有这样的出版社，你怎么能够说台湾小呢？或者是你怎么说台湾没有希望呢？因为这么多的人用他的爱，然后我觉得最多的是他的专业还有青春投注去改变
我们的所有的现场哦，那特别是在古文课本这个大家其实每天都很切身要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素材。那我们下个礼拜的主题很有趣哦，也是跟自我和世界或者是自我和他者对话有关的。我们下个礼拜主题是台与华，而且我们会想要透过就是跟年轻的世代对话，我们会出外景，然后跟我们的台湾的大学生来对话什么是台，什么是华，然后做一个自我跟他者的厘清。非常谢谢定刚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也非常谢谢各位网友今天非常支持哦，有好多好多人给我们很棒的一些留言跟鼓励。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谢谢。